在诉讼图里面，我要问的问题是2016年西部地区到底是什么类的产品销售额在减少，导致西部地区从原本第一名变到第二名嘛，对不对？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要解答这个问题怎么做。首先2016年我们可以发现，以前2017它 waste 它是在第一名，2015 waste 也在第一名，就唯独2016年它在第二名。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点这个 waste， Ctrl 键按住然后点 waste， 你就可以发现谁产品在什么类的产品在增加啊、哦，发现这个家具类的产品在增加，可是我们现在是要调查它为什么下降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是要调查它，不是调查它。然后接下来 Ctrl 键这个时候按住点选科技类，可以发现原本在第二名的 Machine 大幅的减少。各位你应该知道它是第一名，它应该在第二名，第二名应该是这么多的，结果它减少了这么多，掉了将近有十个以上的百分点。十个以上百分点你知道是多少吗？如果你的 GDP 少个 10%， 然后真的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哦，所以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。而且刚刚所讲 10% 它其实在模拟这个数字，而且这个数字还是以美金为主，